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Make 大叔，今天就来到台北的梦幻爆蛋糕。这是这一摊正面的样子。好，最近这一摊真的是多了非常多的新闻性啊。好，那我们这个邓先生就在这边，然后鸡蛋糕有多种口味。好，老板娘你好。你好。好，那邓先生也在。那，哎，你好，哎，你好，哎，好，那想请问邓先生，在应征的工作中，您觉得开心吗？很开心哦。哎，是。好，那觉得这个鸡蛋糕会不会是充满了挑战？做起来还蛮容易的。还蛮容易的哦。好，那就祝您这工作顺利。谢谢。哎，好。那老板娘，您也是名人啊，就前阵子都还有上过这个电视节目。啊，不一样，不一样，那是总店老板。对。哦，是是，哦，不一样。分店。哦，是是是，你好。好，那想要请问一下，您推荐口味的话，如果咸的跟甜的，我们咸的甜的都有。对，是。那甜的，我个人是比较喜欢那个黑糖 Q 玛奇跟伯爵红茶。哦，好，那我要那个一份伯爵红茶好了。伯爵红茶。嗯。哎，谢谢。好，那我们就这个影片是实际拍到这个嘉华先生自己做这个鸡蛋糕啊。好，那分店店长做了啊。OK， 可以。好，那目前感觉好像蛮多分店的啊。哦，对，我们总共有5家店。哦，是。对对对。好，那就希望嘉先生加油。哎，嘿嘿。然后等下再分开。OK。问一下老板，你要带纸吗？哦哦，好。好，要带叉子吗？哦，好。您本身应该也蛮喜欢吃鸡蛋糕的啦，哦。没有啊。还有问题？我问你这个。有。嗯 ，OK， 嗯。哦，好，谢谢啊。好，吃一点，六点算一份原味。不是集满5点的话，就跟邓先生一起吃个鸡蛋糕。哦，一份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集满6点有送一份原味。哦，这样。哎，好，谢谢。哎，这样烤大概要几分钟？3分钟。3分钟。对，现在大概剩2分钟。哦，是。对对那想问说，以后的话就是只剩邓先生会独立一个人在店里吗？目前就是看状况，看他上手的速度啊。如果我觉得 OK 的话，就会放他一个人。哦，是。对对对。嗯哼。那您平常是在哪住店呢？我是有别的工作。哦。所以平常不太会出现在这里。哦，真的，晚上才会的。哦，是。就下班过来的。啊，是啊。好，现在都很辛苦了，都是要斜杠。对，要斜很斜。对对对对，不然都活不下去。叫餐饮不太好。嗯，好，那就希望各位朋友多多来捧场这个梦幻爆蛋糕啊。要叉子吗？哦，好，要。哎，那希望邓先生未来的话就能够一个人独立顾店，独立，对对对，应该是可以的。
好，我可以拍上吗？啊，可以。好，一，我两个吗？哎，对对对，好，一二三 ，OK， 哎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Thank you。好，谢谢啦。谢谢。好 ，Thank you。好，那就希望邓先生加油喽。好，这样，拜拜。好，那再拍一下店的可爱的装饰品啊。好 ，OK， 然后口味很多种。好，再一次开箱。好，那这个就是邓先生跟这个漂亮的女店长烤出来的鸡蛋糕，那现在我们就试试看。好，很可爱的样子啊。哦，清香清香的，还不错哦。哦，外酥内，那外酥内软啊。哦，不会过甜，还蛮好吃的啊。啊，应该总共是四颗啊。我还蛮喜欢这个伯爵红茶的清香的啊，这鸡蛋糕也蛮好吃的，不会过甜，然后有这个红茶的香味啊。嗯。啊，现做的就还不错啊。啊，分数我觉得是90分。好，就在这个东南亚秀泰影城的旁边。好，那就可以找到这一家店了。好，那前面这边就是一个西苑的入口，所以还蛮好找的哦。好，那这个就是梦幻爆蛋糕。好，那这个女粉看到邓先生都为之疯狂啊！好。好，那这个就是梦幻爆蛋糕啊。然后因为刚好前面也有人在采访邓先生，所以他们就没有回头了。好，那各位来就祝你用餐愉快，祝各位朋友愉快的一天，拜拜。
好，再来就要走到我停车的地方。好，最后这个商圈就小小的拍一下了啊。这边还有地瓜球，以前那个九九鸡蛋糕就在这里，最刚开始的时候。好，这边还有一个旷野鸭霸三明治。好，那再来就要吃我的晚餐了啊。好，那就希望各位朋友知道这个邓先生在这边，然后能够给他支持一下。如果你喜欢他的话，拜拜。